什么意思？是哪一个媒体？我看一下。就你是哪一家的？不要。罗宗康暴气营业中杀亲即失业，炎亚纶调酒摇到瘫软。我就电视上看过鬼鬼失控的样子，但我加入之后发现他很冷静啊，OK 啊。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季之后呢，我们知道怎么处理他的高潮。就是他成长了。刚刚那句话很情色哎，什么知道处理我的高潮？这边大庭广众那处理我的高潮，你那边处理你的手啊你？那你多久没有？营业中杀青啦！节目在播出期间创下每集收视冠军纪录，柴城那里的人气甜点沙丁奶以及漫步云端调酒都被带到现场。你要多少身？我上半身啊！大家，我是脱星。好，那我们一分半的时间来聊聊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最终回合。好嘞，奇迹要开始发生了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个步骤啊？我忘记加苏打水了。对我来讲，我花更多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，那个比较重要。他以前小朋友，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儿子都叫他康哥。现在终于有时间叫他爸爸，因为都是电视上面看到他的。会期待下一季？下一季还是一样，应该是没好。很期待。没有，他今天出外景，他出外景，他出外景了吧？没有，其实你说期不期待？对我们来讲，你叫我们明天开始录，我们也是出去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节目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祝年行大运。真的，他不行，他不允许。有膝盖，不是，还有头围。我们都太了解他，全明星运动会真的不适合他。他们有说过，头戴大不能参加。